伫咧台东市区海拔才70公尺高左右的鱼山，即马已经有发现一个台湾高山的族群。因为附近拢是徛家，这些高山啊不时就会走入去人的厝内底，在地是有影真头疼。也官府是表示，因会派人继续去抓。台东市雷溪山后山台湾高山啊，爬上民家厝的厝顶，对面的山脚，另外有两只高山啊，也爬上红土墙的防栏杆，准备要走去民家厝。民家所饲的几只狗走出来看，也不过高山啊伫墙顶一直加速甲狗啊对立。附近民众讲，这种情形常发生，个数量未少，烦恼会造成人狗冲突。那就是怕说小孩子来的话，哇，猴子会跟流浪狗、野狗打架。就好像两对帮派这样打群架哦。李长官，连续山挖金面结果有休闲报道，林保署台东分署也打出告示，唔通饲。不过，这顶高山啊，煞真巧，会开骑家下塘啊，到出来地头提物件，造成民众困扰。台东管护保育科初步公告，连续山大约有4、5只高山啊，这个位置在山边坑又捕人啊，煞技术和民众破坏。不过，已经顺利抓到一只细只高山啊，送到野湾野生动物病院，准备驯养了后，也向管护表示，因为高山啊真巧，即马。也只是会当靠诱捕，不是说放多一点就会比较有效，所以我们就是持续的去诱捕，应该效果会比较好了。台东市内溪山一直有高山的传闻，也不过即马因已经大大防风到民家厝的附近，个愈来愈接民众烦恼，会变成后一个高雄查山，呼吁县政府爱重视，政府也呼吁民众唔通饲门口，也唔通放食物，避免甲高山啊射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